下上主咏唱，威严与尊荣做他的前导，他的圣所充满威能和光耀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们在今天，我们在庆祝这个新年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同胞，是我们华人的圣人陪伴着我们。我们今天，我们纪念一位圣人，白小满乐伦，他以他的生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华，就是大中华的那个同胞，为了我们的信仰而牺牲他们的生命。其中的今天的白小满，他被殉道之前，他告诉女儿，要提醒女儿，我们就不知道女儿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灵洗了，或是还没有灵洗，要提醒她说她要学习我们教会的道理，也不只是要学习道理，也把这个道理放在他们的生活中，要活出来。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些圣人们为我们祈祷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怎赐给圣乐伦坚强的信德，使他在教难时英勇为基督作证，甚至舍身致命。求你也赏赐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忠于信仰，至死不渝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阿们。攻读至希伯来人书。弟兄们，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，以他的死亡补赎了在先前的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，好使那些蒙召的人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。因为基督不是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作为实体模型的圣殿，而是进入了天上，因此他能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。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，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。可是现在他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，以自己做牺牲，除去了罪过。按照规定，人只能死一次，死后还有审判。同样，基督也一次奉献了自己，为了除免
大众的罪过，将来他还要再次显现，不是来除免罪过，而是来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他的右手和圣臂为他赢得了胜利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，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。他没有忘记他的仁慈和对以色列的信实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，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，咏诗赞颂，载歌载舞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弹着竖琴，歌颂上主；弹着竖琴，伴着弦韵，吹起喇叭，响起号角，在上主君王面前欢呼。上主行了奇事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上主的规诫永不变更，万世万代永远确定。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士们说，耶稣有贝尔泽布附在身上，又说他张赖魔王驱魔。耶稣把他们叫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？一个国家自相纷争，那个国家必然灭亡；一个家庭自相纷争，那家庭也必然破碎。撒旦如果起来自相纷争，也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谁也不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财物，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，然后才能抢劫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恶，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，但谁若亵渎了圣神，永远不得赦免，而且是永久罪恶的犯人。耶稣说这话，是因为他们说他有邪魔附在身上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在我们这一生，我们有没有敌人呢？有没有人一直跟我们作对呢？我想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可能是不合，但是他们也应该不会是变成我们的敌人吧。
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意见不合，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恨这个人到永远。但是耶稣他一开始就面对有一些敌人，在他还在北部加利利亚的时候，有一些经师们。那这些的经师，因为在比如说在科佛翁在哪里有会堂，当然有经师在。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的经师跟耶稣今天 的作对的，他们不是当地的经师们，他们不是在加利利亚在科佛翁的经师们，他们来自首都，来自耶路撒冷。那他们从耶路撒冷过来，为什么？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他们就特别从耶路撒冷过来呢？在耶路撒冷有哪些什么人？他们的有权力的都是在耶路撒冷，宗教的那个势力有力的就是司祭们。那政治我们就不用说了，这个是黑洛德。但是这个政治那个宗教的势力就是司祭们，应该是司祭们派遣的这些经师们来到加利利亚。好，我们说那个经师们派遣他们，经师们真是有权，他们的权力是在哪里？是天主立了他们，在出谷记天主立了司祭们。那这些的司祭们就是勒位的后裔，为了带领以色列人要走向天主，做一些的祭献。那他们除了这个又有另外一个权利，那他们的权利是保持人民的纯洁，保持人与天主良好的关系。那人与天主良好的关系就是人民都要保持清洁，所以如果有一些的不接近，他们一定要禁止这些人跟其他的人在一起。所以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他们派遣的这些经师们来到加利利亚，为了要看耶稣是不是带领人走偏了，离开了天主。那走偏离开了天主，耶稣自己是不是不洁净的一个人？那他们来的不只是不是说他们来这边来看看耶稣所做的是怎么样，但是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假设，耶稣所做的他应该被附魔了，他本身应该不是洁净的。所以他们一到加利利亚就跟人讲了，直接跟人讲的，耶稣他将来魔王驱魔，他被附魔的一个人，他不洁净了。如果他不洁净，耶稣不洁净，那怎么办？人民都要离开耶稣这个人。所以他们已经想了一个方法，要把耶稣跟群众分开来，不要有很多人来跟随这个人。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了很清楚，他透过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证明了他跟天主是同等的，他是天主。那如果他是天主，已经亵渎了，做了一个亵渎的罪，威胁了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做的，人要朝拜天主就在耶路撒冷，天主是神秘的。现在呢，耶稣来了，天主的神秘性好像是不见的，人可以看到耶稣，那耶稣说他是天主。所以他们就是想一个办法，要把人民跟耶稣分开来，这个是他们做的。我们说了他们做的是为了保持他们与天主良好的关系，保持人民的洁净。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工作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作，人民如果他们要朝拜天主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而不是在加利利亚，在耶稣身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，我们可能是在教会的工作，之前也讲了，我们要带领人要走向天主，而不是成为别人来到耶稣跟前的绊脚石。
所以我们要带领他们，而不是为了某些的礼仪，为了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，在耶路撒冷的这些 的那个当局，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礼仪来到耶路撒冷，把人与耶稣基督的那个相遇，把他们要分开来。我们要带领人走向耶稣基督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以及奉献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。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，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Amen.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要称主天主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主天主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阿门，路亚，我要唱，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，你的心事，用我口永远，我要唱，阿门，路亚，我要